大家好，我是魏福年。今天我要介绍的书本是《屁屁侦探》，好紧张，有妖怪。作者是 Troll， 绘者是 Troll， 译者是张东君，出版社是源流。ISBN 是9789573286363。主角是很勇敢的屁屁侦探，很凶的无尾熊小妹，和小小的布拉布朗。我在哪里念这本书？我在家里。念这本书的时候是在床上，好舒服哦。问我写完作业的时候就会念这本书。Why？我为什么要选这本书？我的好朋友跟我说这本书超级无敌好看，和我觉得这本书的封面很可爱。这本书的内容是什么？无尾熊小妹，五维熊小妹有时候去的公园旁边有一个很可怕的饭店。五维熊小妹和她的朋友觉得有一个妖怪住在里面，所以她请屁屁侦探和布朗帮她调查。我的心得，我觉得这我觉得 PP 是一个很勇敢的侦探，因为他做事情很认真，每一个案件他都很仔细去调查，无论多么的辛苦和困难，他都会坚持查下去。谢谢大家。